大家好，我目前是新北市曼郭国中专任的音乐教师，一周有22堂课，传递107课纲中自发互助共好的理念。最近有个立委在国防委员会质询的时候问有没有雷射枪，还问能不能研发机器战士，真的是好优秀，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为他做了一首科幻立委加分之歌。委员请到前面，咨询问题想靠换片，现在开始要来算分。机器战士，机器战士，无人机，无人飞机，雷射枪，雷射枪有没有？拿出来，就连美国都做不出来，外销台湾就都得谈。深蹲鞠躬和机动队，哆啦 A 梦都创美单，五委员分数好高啊！国防加分体育公司向每一项加1分，第一项开发缩小灯，把国军统统迷你化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战争武器军队都把它迷你化。第二项没有缩小灯，就整到哪都啊。第三项驯服金刚和哥吉拉。第四项建造的国军四星主炮，四项全做到就给你100分。